接下来，来介绍我们最大最坚固的产品——简居。这款产品占地70面70平方。哈哈哈哈哈！继续。OK，我们擦掉了。现在录出来效果很好，这个阳光很好。观众朋友们，我这边擦。准备，开始。3、2、1，开始。 接下来，我们介绍最大最坚固的产品——简居。这款产品占地70平方，室内使用面积50平方，能应对18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。设计理念是让大自然。让我们介绍我们最大最坚固的产品——简居。这款产品占地70平方，室内面积是50平方，能应对180公里每小时的风力。 该产品的设计理念来自于让大自然面